躁，紧张，很像很有自信就离开。对，这其实蛮聪明的。在停在那的话，万一那个小白球突然咕噜掉下来，掉下来就糟糕了。哎呦，另外第一比赛打完了，所以要提前来恭喜呢，南霸天统一狮队呢，已经是顺利的来登上了2008年至2019年上半季的一个季冠军的宝座，已经是提前的确立了，提前的确立了，可以说是蓝牛棒强了，不是新龙牛棒强了，一平已经先棒了。但是如果要叫比喻，新农现在有点小相公的味道，小相公啊，不怕多，都五比零了，压力就稍微小一点，最起码可以找一个借口。不过已经确立的是对封王了，上半季已经确立封王，也再次恭喜目前还在进行这场狮牛大战的南霸天统一狮队。差别在彩带啊，抛得出去，抛不出去了。目前的抛出去。相当大，因为韩国人如果能够把这一局顺利投完的话呢，就只剩下两个半局要来防守。果蜂王是已经确立的，因为今天同一时间在天母呢，米迪亚暴龙队是以3-2呢一分之差已经击败了蓝绿熊队，这是已经确定的一个状况。德雄呢扫到了右半边，右外手追过去，哟嚯哟，最后还是稳稳的接。